埔国小管乐团悠扬的乐声，为四维分管启用仪式带来温暖惬意的音乐。18号上午，新北市副市长朱棣之以及新北市议员林国春、黄淑君、叶元之和板桥区长陈其正和多位里长一起来为四维分管重新启用。朱棣之表示，四维分管是第37座重新改造的图书馆，升级后的儿童阅览室以清新的绿色调搭配富含大自然气息的木质书架，营造森林系的恬静氛围，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利用。其实阅读是成长的一个开始，那侯友宜侯市长一直非常重视我们所有新北的文化底蕴，尤其是阅读场域的这一块，所以市长在从108年上任了以后，已经完成了6座的图书馆的新建，那同时那这个是第37座我们去重新改造成为跟现在环境结合很棒的一个图书馆。新北市现在有105座的一个图书馆，我们都欢迎市民朋友带着你的家人、带你的小朋友、跟你的朋友共同来享受阅读的乐趣，在这个美好的阅读环境里面一起成长。此外，这一次美国惠智文教基金会还捐了4000本的外文图书，让这里拥有多达13000册的儿童外文图书，各年龄层的小朋友都能够找到适龄的阅读书籍。朱棣之表示，阅读绘本是孩子学习英文的最佳选择之一，为了推广亲子共读，更设置了婴幼儿双语学习专区，让爸爸妈妈可以透过陪孩子读英文绘本，与孩子共同享受玩英文的乐趣。感谢这个美国这个惠智文教基金会哈，在我们视为这个图书分馆这个地方呢，在这一次重新这个启用以后，他捐赠了4000本的这个外籍的原文书，那这个外籍的原文书4000本加进来了以后，我们在这个四维图书分馆里面，总共就有13000本的这个外文的图书，这是我们新北外文图书最多的一个图书馆，而且是 for 我们小朋友，专为我们小朋友而设置的这个外文图书的阅读区。那在整个国际化双语化的一个发展趋势之下，我相信很多新世代的爸爸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国际的竞争力，我们欢迎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带着你的小朋友共同浸润在我们国际双语图书的环境里面。四维分馆刚启用，就有不少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徜徉在书海中。张小姐说，改建前他就常带着小朋友来看书，现在从空间到动线都更清楚了，也更适合亲子共读。图书馆重新装潢之后呢，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这边的整个的流线型的设计也更适合小朋友阅读到更多的书，而且就是说让他们能够更适合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装潢之后更适合我们家长带小朋友过来阅读。板桥四维分馆改建总工程经费约1920万，藏书超过7万册。为了欢庆重新开馆以及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学，将推出一系列儿童外文学习活动，从8月18号起到9月10号，陆续有绘本 ABC、 亲子共读 So Easy、 英文绘本戏剧体验营、美语地球村和童话王国研习班等活动，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更多美好的亲子阅读时光。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